清楚，大家清楚。好，我哋今早晨好高兴咧，因为我哋能够到上帝嘅面前啊，听上帝嘅话，也应该要啊，能够听到有一只祈求 ，OK， 极致嘅祈求来到分享，所以我哋嘅中间，所以我哋来到听一只 Gideon International 嘅条派信件，还有做好多施工嘅，所以时间咧。今早晨英文堂咧，都系 Mr. Morgan 在一边分享，即系马来堂又系嘅，还有客家堂，我哋又想得着上帝嘅祝福 ，OK， 有 Mr. Albert Chai， 还有阿 Michelle 在我哋嘅中间，所以我把时间交过去俾 Mr. Albert Chai。我要代表新力根基甸浸一时工啊，向大家问安啊！因为呢就系讲客家堂咧，我客家话就有限公司吓啊，我可以用一随口就啊，即系有限公司咁样咧啊，我就用广府话同大家表达啊！啊，我要多谢啊 Astrigan Lilies 啊邀请我哋嚟到呢度啊，甚至巴斯马格嘅配搭啊咁大嘅宽容我哋嚟到呢度分享呢个时工啊！咁样咧呢个基甸时工系一个。好奇妙的事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呢它的好處在哪裡。前一前一 OK next OK 馬太福音呢次有講到耶穌又對他們說，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這句說話呢是給萬民聽，不是給牧師聽，不是叫牧師去不是叫那些領袖去向民民聽，是叫你和我包括全部人，即是說今天我們在這裡坐的全部聽到這句說話都是有份，對嗎都是有份。所以呢就是這個基甸裡面，在這個世界差不多有12億人還沒聽過福音，我相信你的隔離的鄰舍有些都是沒聽過福音，他們有聽過耶穌，但我們沒有跟他傳過。所以呢我們要求神俾佢胆量啊，胆量去烦下佢哋，讲系耶稣基督。以前人啲同我讲耶稣咧，我真系打佢噶。以前我个脾气好坏，我人真系好坏。但系好彩呢啲人咧咁样同我讲，今日咧我得救啦。我感谢神，因为有人肯愿意付出个代价，我都鼓励大家，我付出呢个代价，为我哋嘅别人、我哋嘅邻舍去讲呢个福音。咁样基甸咧就已经发展到有201只国家啊。有201隻國家，就有109個方言文化語言啊，咁樣有呢個世界咧，而家有咗150,000個基甸嘅弟兄同埋90,000個姊妹有參與呢個時工，即是整個世界咧大概有250,000個參與就呢個時工。加林波咧就係1965年開始嘅就係馬來西亞第一個基甸。到而今咧，就有102個嗰、那個營會呢度咧都有全部有1500個會員啦，嚇1000個弟兄嚟參加呢個事工咁樣咧，究竟既然係邊啲人究竟我哋係邊啲邊類嘅咧？係從咩教會咧？既然係全部做生意嘅商人專業人士。做經理級的那些人弟兄姊妹組合起來的還有呢我們全部是這個福音派教會的組合，這樣全部帶著一個目標，就是要向萬民傳福音這個就是我們的唯一的目標這樣基甸不是一個教會，有些人說信了耶穌，他信了耶穌之後我要侵基甸教會，基甸教會在哪裡基甸沒有教會的，基甸是一個機構，但是相信了主的時候，我們是鼓勵他去到一個教會去聖公會維利公會浸信會這些教會去在那裡去發展長大去成長這樣呢基甸的主要時工就是跟教會一個夥伴拍檔，我們不是跟教會爭食不是鬥搶，是跟教會合作一起大家連手連手去傳福音
所以全嚟冇一個比較嘅一個例子啦。到今日為止，你睇翻2020咧嗰個統計已經有129,000本啦。舊年我已經派咗129,000本聖經，即是話每一個禮拜就派咗2,500本啦。每個禮拜就2,500本嚟講派。咁樣，既然咧只係有個方向目標咧，係有5個。第一個咧就係喺嗰個酒店，第一個目標喺酒店。第二個目標咧就係喺書館。你唔好睇少書館啊，有好多今日信耶穌係因為曾經佢哋細嘅時候又拎過一本，有人俾佢一本聖經。呢一本我自己都係一個啊，揸住呢一本聖經咧，隔開好多年，神曉呼召呢啲人噶。你唔好睇少呢個聖經咁樣。有好多咁樣今日信主就係因為佢曾經有咁樣揸過呢一本聖經噶。第三就是在这个制服的团队，比如说在马达寮在这个救火局军营军营呢就在这个库青沙拉瓦这边和沙巴州有多少机会，西马就门闩了。所以如果神在这里沙巴沙拉瓦那个门打开呢，尽量的去传福音，没给机会，没闩了。因为在加林波现在你跟回教传福音你真的有很麻烦，这次跟回教传福音还可以，所以趁機會拎住捉持嗰個神開門嘅時間，唔好放過第四咧就係、是、喺醫院同埋醫務所，有時喺醫院咧嗰啲人都好驚死噶。有本聖經喺嗰時咧放住，佢哋係好得閒噶嘛，一日喺度等住喺牀等住，等到瞓覺啊嘛，跟住得閒嘅時候拎本聖經日日讀日日讀，係咁樣咧就可以順治啦，好奇妙噶。這個我就可以睇到神做工啊，唔係靠你幾本事講福音。第四咧，第五咧就係喺呢個監獄。好多我哋見過好多人因為坐監。今日咧聖在呢、這個，因為呢個時工啊，基甸時工，好多人係歸向主、信主。從埋你冇睇過咁多人咧，從咁壞嘅環境變一個咁好嘅環境，咁壞嘅人變一個咁好嘅人，你直頭唔可以相信噶。因為只係一樣嘢，有耶穌基督，有神嘅話語，佢哋有機會咁嚟有個生命嘅改。咁樣咧，有時人問我哋：你做做基甸，你做你嘅生意，咪做生意咯？點解要咁麻煩做咁多嘢？得閒睇下電視機啊，打麻雀啊，啱嘛？去打下波啊，唔使做咁多派聖經嘅。但係我哋覺得係好好啊。我最近有問伯森麥格律，今年嘅主題咩主題啊？仲記得冇啊？今年呢個教會嘅主題係分享之年啊，啱嘛？分享之年咧，即是你哋有福啦，你開始可以分享呢個聖經俾人哋。你可以親自嚟分享神的福音俾你的家人、你的鄰舍、你的朋友，因為佢哋真係需要呢個福音嘅。有福音就要生命改變。所以我哋咧要盡量嘅去分享。我就同大家分享保羅一個三件嘅大動力。點解保羅咁緊要衝勁嘅去傳福音？我哋都要學習佢呢位我哋嘅弟兄我哋嘅老大哥教我哋點樣去有力嘅傳福音首先我哋睇下《哥林多后书》5:13-15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遵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想一人归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很清楚知道他侍奉神不是因为他很厉害，其实保罗是很厉害的人，他是法利赛人最顶级的一个，他是法利赛人最有后裔的一个，但是他从来没用过因为他很厉害，他全部是动力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我当时一直问神，究竟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做基督的爱激励我？原来神都给我的怜悯要明白，因为神不爱我，今天我的生命是好你等到。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啊？如果你今天不是基督徒，你是一个什么人呢？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所以当你一味这样思考，你知道因为神爱我们，我们真的要带着这个感恩的心去侍奉神，我们带着这个感恩的心去亲依教会侍奉，亲依有得侍奉就尽量亲依，不要不是看自己不好，看电视不是不好，是好，但是尽量减少用你的时间专注在神的工作，
發展，啊，變成有使命的生活。啊，跟着保羅又講到，啊，我現是使徒中最小的一個，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啊，是蒙神的恩在照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從徒然的，我比從使徒國外勞苦又現時不我，乃是咧神的恩典與我同在。所以保羅好知道佢唔可以誇，佢唔曉誇。如果係講誇咧，佢比我哋一個每一個人可以誇得更多。但係保羅好清楚知道，因為神嘅恩典、神嘅愛俾幾多動力。所以我相信我哋大家都冇話你唔配，佢唔配，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在耶穌基督裏面配。阿門。我所以我哋係配得，仲係神嘅兒女。我哋傳福音，我哋有犯罪，曉跌倒，但係嗰個係一個成聖嘅過程。你唔可能講今日信耶穌，聽日變神仙。你今日信耶穌，你曉慢慢嘅挫折，一步一步嘅學持去。所以我哋唔愛針對大家，冇走去針對教會，一個充滿愛嘅一個地方嘛，啱嘛？我哋全愛，但係咧，如果唔小心，教會係一個最緊要傷害弟兄姊妹嘅地方，因為佢一犯咗罪咧，哇，開始論斷，開始責備，佢唔配呢樣，佢唔配嗰樣，唔應該做領袖，唔應該喺呢次侍奉，應該被踢出。所以嗰個弟兄或嗰個姊妹喊住力滾而出啊！好多基督徒係咁樣。所以我哋今日咧要學習保羅咁樣，冇諗住自己配過人，我哋唔好睇講自己勁過人哋，我哋要學習好似保羅講，睇人哋比我哋高，比我哋好，我要鼓勵你，你侍奉神嘅，我鼓勵你。如果你跌倒，我亦都勸勉你，我唔係去論斷你。所以你見到我跌倒咧，幫助我企起嚟，唔係踢我兩腳。啊，呢個就係基督徒嘅原則。啊，保羅就係咁樣，佢不斷嘅去勸勉姊妹、弟兄姊妹去侍奉神。啊，第二咧。就是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从今日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而今呢却不再这样认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过去已过，都变成新了，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献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你看我们揸着一个什么？我们是叫做新造的人，我们全部是新造的人。你在整个教宗教，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种教，有哪个教带来最大的生命的改变？你找给我一个。我從來未見過一個信開一個教一種教，成個人變得好好。但係我見到好多基督徒以前吸毒嘅，啊黑社會嘅偏門嘅，今日你唔相信佢可以做基督徒。我一個親朋友打老婆打到好緊要，個老婆講咩啊？我慣咗用眼淚嚟抹面噶，但係今日你唔能夠相信佢哋係婚姻過程嘅專業啊！你相信嗎？佢哋真係好恩愛，咁多年因為神嘅話語改變人。所以我要感謝神，我哋今日從一個爛嘅一個爛劈啊爛劈嚟啊，因為耶穌基督變成一個好嘅一個器皿。所以今日我哋成為一個好嘅器皿，我哋要激烈嘅去侍奉神。啊，唔好睇以往，睇將來。你哋嘅朋友今日係好，但係當佢信咗耶穌嘅時候，係更加嘅好。啊，即係我哋咧，我好常問人哋啊，英文比較好啲。You are safe from what？ 有冇問過自己啊？And you are safe for what？ 啊，你係被啊從什麼被得救，同埋為什麼被得救？我哋問翻自己，如果我哋唔知道我哋點解被得救咧，我哋就係做嗰個基督徒，日日喺度錯，一個禮拜嚟一次教會，有時一年應嚟一次，啱啊？所以因為我哋唔知道我哋點解係被得救。當你知道你被得救嘅時候，你每日啊，唔好講每一個禮拜，你每日都要敬畏神。因為呢個神就喺你嘅生命當中，佢就係成個你嘅一生嘅人。啊，因為呢、這個我睇一睇呢、這個以弗所書二章八節，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本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夸。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裏在耶穌基督裏造成的，
要叫我们行善，喺呢个字啱嘛？睇嚟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哦，我哋要做咩事啊？你今日信耶稣要行善，所以基督徒讲咩啊？基督啊，圣经讲，如果你知道有好嘢你唔做，就是一个罪。唔系讲啊，你睇嘅、你讲嘅、你做嘅系忏悔嘅罪啊。你睇到有人救，有人可以救你唔救，就是一个罪。除非你真系冇力。如果你帮到个弟兄姊妹去帮手，我哋有时讲帮人好麻烦，啱嘛？有讲我好麻烦啊，我帮个人。如果唔麻烦，点样叫做帮呢？要去做侍奉系要麻烦啊，要用你嘅时间，用你嘅资源，用你嘅好多嘢嘅。所以要侍奉神要个代价噶。你有冇谂过你嘅代价喺边度？有冇算过你嘅代价？信耶稣之后，我哋要点样行善？如果我哋冇算你嘅代价，你真系失去一切。你要后悔一日，因为这个代价你要想想，你要用多少时间读圣经，多少时间看电视，要多少时间打波，多少时间传福音。如果我们自己不搞定，我们说一日到时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跟我都是不好意思，你都要左面面，你不敢见你的神。所以今天基督徒不是不惊死，对吗？阿们，基督徒是不惊死的，阿们。但基督徒是不准备死，因为你现在还没预备死，因为你知道你死了之后，你还没准备见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准备自己，随时被主叫回去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要尽力去预备去做，做得多少尽量去做。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分别。这个姨夫叫利牧师，当时就在 KK， 他们十二个人去到 KK， 2004年去打鱼，他是中国人来的，海南岛。咁去到沙巴嘅水嗰度咧，就俾海警唔好彩捉咗啦。捉咗就罰咗坐監，其實係坐五年監噶。佢哋坐咗五年監，咁樣就喺 KK 嗰度混咗。有一位弟兄，大家識嘛 ？Prem Kumar 啊，聖公會嘅弟兄喺 KK 嘅，就帶住一班基甸嘅弟兄姊妹，就開始去派聖經啦。咁俾住聖經，一人一本一本聖經。咁呢啲兒夫攞咗聖經咧，有啲人就拎嚟做咩嘢啊？拎嚟做煙葉燒煙仔。但有幾位咧，真係拎嚟讀，因為佢有時間嘛。咁樣咧，佢哋一讀到好喎，咪一個前長，佢讀到真係好喎。咁樣佢就講：你哋大家一齊讀。所以嗰啲拎嚟燒煙仔嘅咧，都停咗啦，冇再啊。大家一日有一日到黑，日日起身啊，等時間過又瞓覺，起身等時間過瞓覺，瞓五年啊，你知幾耐冇啊？佢哋休嘅就係時間，所以日日咧冇嘢冇報紙睇啊，咪睇報紙咯。新啊聖經嘅福音睇報紙。日日咁样睇，到最尾未放音之前，睇咗六个零月啦，十二个全部信晒耶稣，十二个信晒耶稣，之后佢哋就喺度浸礼，浸咗礼之后，监房咧好奇妙嘅做早释放佢哋，放监就即系瞓咗，佢哋困咗总共系175日啫，就系因为一本圣经，佢睇到佢生命改变，佢哋又喜乐，监个担咗讲好啦，你哋可以就翻中国，翻到中国嘅时候，我都去海南岛而佢哋一班。跟他们一起有聚会，他们的教会从十二位，现在的教会过千人了，我去的时候都有成四百多人，所以教会很大，因为他们生命有个改变，所以你看到信耶稣的好处在哪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基督里，就是基督的使者，这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以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的身上，并且将借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作耶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在基督里求你们以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成为神的义。所以这里写什么？我们就是基督使者，你和我代表耶稣基督的，你说每一句说话，人家是看到耶稣基督，你走哪里做什么事，人家是不是看你做事，看着耶稣做事。如果你对人家恶势，耶稣就是恶势，你对人家有爱，哇，这位神真的很有关怀。所以你看重不重要，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你每一句一动是代表耶稣基督。你试试骂人，看拿着个十字架，拿着十字架在这里骂人，说粗口，敢不敢啊？你不得的，因为人家看到就是这个，你的神是哪一个。所以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就是求神给我们这个智慧，我们抱着这个身份，
我撥了身份去活出我們的身份起來，我成為一個基督徒，我成為代表耶穌基督，因為你一句說話可以影響很多人的、啊、所以我很感謝主、啊、對不起、啊、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身份，這個是我們的命定和我們的使命，我們活出來就是這樣的，你的身份在哪裡，你的、命定在哪裡，你的使命是什麼，我們就是要做基督的使者，不要看低自己，我們自己全部都 是有神的命定的、啊、跟你旁邊的人說我們是基督的使者好嗎、啊、你是基督的使者、啊、我們要興起你成為一個耶穌仔耶穌女，阿門、啊、所以呢這個就是我們有看過的、那個、Rebook Effect、啊、當你傳福音的時候那個效率在哪裡呢、啊、你我們看一看那個這個 Pastor Ruel 他所、啊、幫我打出來的、那個、有一個再錄一個錄錄機電那裡、啊、學機幫我開Gideon's missionaries came to Luzon and where my grandfather was situated in a town called Tanay. This Gideon's English New Testament came into the hands of my grandfather and my grandmother, and it was at that time that my grandfather had the call of God to actually start a church in Tanay. All the boys in this family will become pastors.All five became pastors and missionaries, and they had three girls, one married a pastor, and all eight children of my grandfather had 15 boys, including myself and my brother, and we are all full-time in ministry right now. They never thought that God would move in our family in a special way, that He would call us into full-time ministry, so that one Gideon's Bible,was used for my grandfather to start that one church. So total of at least 600 churches have been planted. Four generations of preachers, church planters, and missionaries, and pastors, musicians, church workers. Who would ever think that one Gideon's Bible would be able to have all these fruits after all these years?聖經帶來四代的牧師，一本聖經帶來四代的祝福，所以我相信呢，如果你派聖經跟人講福音的時候，你可以祝福那個家人，可能他下一代到下一代到下一代是全部這樣有福氣傳而去、啊、所以我們不是看到我們子女要 去放蕩、啊、去流浪，我們希望呢他下一代有耶穌的祝福，所以最後一個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做基甸的、啊、做基甸要做一個個人的見證，所以我有時坐飛機，我帶著這本書在我左右邊坐著，我盡量認識他們，這樣跟他握下手，通常談很多事，談完你介不介意我送你一本聖經，你不要看少這本聖經、啊、很多人信耶穌，神講話就是靠這本聖經，我們沒有講話的，所以我們看到神做工，有很多人信耶穌就是這樣，所以為什麼我這麼樂意參與這個事工， because 在這裡我可以見證到神聖靈自己做工，不是靠你靠我的啊、因为我们凭着一个信念，就是以赛亚书55:1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不如此，却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了我所喜悦的、啊、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神做的事情呢，神的话语不是乱来的，所以有时人说你做基甸没派圣经，派了圣经他们丢垃圾桶就去地里，满地皆地都是，有没有看过，你有人说过，因为我们有时在石麦那里派圣经，那些学生拎到呢搣一张一张的，整个路丢了去，很多人这样执到一张纸就这样信耶稣。所以你不要看低估这些东西，这本圣经真的神的话语很奇妙，他晓在适当的时间呼召人起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理那么多， 你做生意的有多少可以起手嘛，做生意的有没有，这里有没有人做生意的、啊、即专业人士呢、啊、这样就知道、啊、有没有专业的、啊、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是专业人士，你就
神嚇有嘅命令俾你，你可以參與呢一個時工，因為咧呢個時工係特別製造俾知名人士同埋做生意嘅人嚟參與呢個時工嘅，因為個付費係好大，所以咧我哋需要特別邀請呢啲弟兄姊妹嚟參與嚇。咁樣聖經咧，即係我哋講啊，我哋每一秒鐘啊係派2.5本。一秒鐘，你咁樣滴一下就2.5本，兩本約啊，近3本啦，滴一下就3本。哦，一年咧就要派8000萬本聖經，一年啊，在呢個幾年嘅8000萬本聖經係好多噶嚇。到今日為止咧，咁由開始到今日已經派咗24億本聖經啦。如果講24億本咧，我哋嘅頭腦細個頭啊，計唔到啊，你用計算機計都要爆炸。哦，真係好多個零喺後邊。啊，仲有我咁樣計咧，我成100年嘅歷史啊，嚟派聖經只有咁多。咁樣你點樣可以參與呢個事工咧？啊，就係、是、第一，你可以為我哋祈禱，唔好睇小基甸啊！我真係求弟兄姊妹，若果你喺祈禱會為我哋祈禱，因為我哋遇到嘅挑戰係非常大。第一爛散，我哋一我再派聖嘅時候，哎呀覺得好爛，又冇去話啊！求神俾我哋興起衝勁嘅力量啊！第二咧懼怕。你派聖經，你有冇試過俾人拒絕啊？潑口水啊？有冇試過啊？你講福音嘅時候有冇俾人鬧過啊？俾人管你出去啊？你曉咁樣做，但係你願意付呢個代價冇？唔容易嘅，你傳福音係一定要俾人哋鬧你，俾人哋講你啊，多管閒事冇嘢做，你做咩理我嘅事？但係我哋去傳福音，啊，因為我哋求神俾我哋力量去傳，因為呢個福音咁麻煩，但係帶嚟好大嘅改變。當佢信耶穌嘅時候，佢向你感恩。所以你係受下嗰個苦冇問題，受苦一下，但係你帶嚟個益福啊、福益啊，係非常嘅長存。以後人哋有福氣，嗰代人有福氣，係因為你嘅代價。所以我哋係咁樣傳福音嘅時候，我哋求你哋好啊，為我哋祈禱啊！因為呢個事工真係好多祈禱嚟幫手啊！我哋都求你啊，代祈禱會顧念下我哋基甸嘅事工嚇。第二。你侵入加入成為會員，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是專業人士，你是經理的，這些級別不是說我們大細眼打工不行，因為這個機構費用很大，我們有時飛去西馬，飛去第四，飛來飛去都好，自己的酒店啊，吃的東西啊，一切是自己出的錢的，所以如果是打工的人是真的很辛苦，他們不想，他們是沒有能力，但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有能力，你付出這個代價，你來侵這個會員，這個福分去成為一個會員，我特別邀請你，你嚟可以見下我哋。哦，再唔得嘅話咧，你可以加入一個成為基甸嘅朋友。哦，幫我哋一齊去派聖經。我哋有幾個弟兄係咁噶，我哋派聖經，佢哋跟我哋派。啊，幫我哋可以為我哋祈禱。有時佢有錢咧，奉獻俾基甸。所以我哋感謝神，佢哋做唔到基甸嘅會員，但係佢做到基甸嘅朋友。最後咧就講到金錢嘅上嘅支持。如果你有錢的，你有多的，啊，你可以支持我們。我多謝一個弟兄，路麗烈，阿B的一個，不是，這個拿督的一個聖公會的會友，他說什麼？我的錢不是我的，所有的錢在我荷包呢，我是代神拿字的，神給我這筆錢，我怎樣用？所以我是在神的時工，我很大方，他真的很重要，1000-2000這樣請，就是他為了時工，他可以出，但是神又祝福他了，神一邊祝福他，他很清楚知道那錢不是他自己擁有啊！但佢愛祝福人，所以咧呢個機構係每一本聖經係5扣錢。當我哋派出去俾人哋嘅時候咧，個付費就5蚊。咁樣諗下，我哋派一年啊，要派8000萬本啊，8000萬本嘅5扣係幾多錢啊？係好多億噶，啊，真係好多付費。所以大家你有錢出力，嗱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時間嘅出祈禱，好嘛？啊！所以我向你講，我哋多謝神啊，亦都多謝你教會嘅時間。啊！我哋分享到呢啲位置，啊，咁样愿神祝福大家，呼召你哋，真系可以重建你嘅生命。哦，因为基督嘅爱激励你，因为我哋系新造嘅人，我哋系耶稣嘅使者。啊，多谢。